好，在这一边这一题呢，它给你这个是 x，这个是 2x，q 它没有讲它是 tangent，但是它画出来的时候呢，看上来是 tangent 啦，所以我当它是 tangent 啦，不然它不能够做啦。然后这一边是圆心，所以这个是90度。OK，如果你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停下来了，你不懂，哎，接下来我要怎样做啊？继续要怎样做啊？OK，这一个呢，它蛮考你的 concept 的。首先，我们第一样东西就是我有 Superman，这一个是 2x，OK，为什么会是 Superman 呢？因为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它是属于 tangent 嘛，对啊，它是一个 tangent。然后 tangent 的情况之下呢，这样这一个会等于这一个了，OK，这个等于这个了，圆形外面的 tangent 圆形的这个角度会是等于这个角度了，OK，好，然后接着呢，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一个会是等于那一个 x 加 2x 等于 3x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一边这一个是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它这一边这一个是它的外角，OK，好，然后我们这一个是 x，这一个是 2x，然后这一边呢就会是等于 x 加 3x，为什么它会是等于 x 加 3x 呢？因为我的三角形外角，然后会是等于内对角和，OK。如果你不会的话，你可以教这样的事情。你在这一边，你这一个是，等一下，我刚刚这边写错了，这个应该是 x 加 2x，OK，这个是 x 加 2x，好，所以这一个是 3x，OK。如果你不懂的话呢，你就心里想这个是 y，所以我的 y 加 x 加 2x 等于180度，所以我的 y 会是等于180度减掉 3x。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，然后我的这一边这一个我给它叫做 z，所以我的 y 加 z 等于180度，因为它是直线。然后我把这个 equation one 塞进 equation two 里面，我就有180度减 3x 等于加 z 等于180度，所以我的 z 呢会是等于180度减180度加 3x。所以它会变成 3x，所以我的 z 等于 3x，看到吗？所以这样会比较麻烦，你直接知道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，它就会很容易啊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啊。在这一边，它的这一个隐三角形那个 ABQ 里面，然后我的 2x 加 3x 加90度等于180度，所以我的 5x 会是等于90度。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90度除以5，然后是等于18度，这个就是它答案了。OK，我们这一边就90除以5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8。OK，对，它是18度。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是把这一个搬过来，再把5除下来，